今天我们学习要、快、快要、就要什么了？该怎么用呢？和我一起看看吧。晨晨，中秋节就要到了，你打算怎么过啊？我要回家，因为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，我要给他过生日。你呢？我和表姐要去上海旅游，过了中秋节，表姐要开始工作了，所以她想在工作以前放松一下。去上海很不错，那儿好吃的也非常多。是啊，我以前去过一次上海，但是现在都快忘了它是什么样子了。这次我要多拍几张照片，别忘了给我带好吃的就行。没问题。要、快、快要、就要，加动词，加了，表示动作或事情很快要发生。比如，中秋节就要到了。因为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。过了中秋节，表姐要开始工作了。你学会了吗？跟我读。中秋节就要到了，因为我爸爸的生日快到了。过了中秋节，表姐要开始工作了。快要下雨了，我们快点写完作业回宿舍吧。好的，同学们，再见。